是 Patsy， 是你们今集的瑜伽导师。上一集呢我们介绍过啦大自然和瑜伽的关系，今次呢我们呢会讲一个小朋友很喜欢的 topic， 就是动物篇。大自然和动物和瑜伽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。其实呢在瑜伽里面呢很多的式子呢都是由动物那里演变出来。咁點解呢？因為以前咧好多瑜伽嘅大師咧都會喺野外啦、喺深山啦入邊嗰度練習。咁佢見到好多動物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諗下動物同人、動物同瑜伽嘅關係。咁佢會喺式子入邊咧去攞動物嘅好處啦，或者佢嘅特長啦，將佢咧融入翻去所有瑜伽嘅動作入邊嘅。咁所以咧，今集咧我哋試下 ，OK， 感受一下每一個式子咧同動物嘅關係。好啦。這個小朋友呢同來同去的呢就是我的細女，她是我們的小助手， OK， 她叫 Tiara， 她三歲。 Hello 先， Hello， 是啦，好啦，接著呢就到家姐，家姐坐回你張席，快點坐回，是啦，你大個女啦， OK， 這個呢是家姐啦，八歲叫 Trinity， 另外這個小助教呢是 Quartus， 六歲。今天呢我們會一起呢去做關於動物的瑜伽的， OK， 好啦， Tiara 你回你的咩先， OK， 好啦，預備，好啦，我哋坐好，去一隻蝴蝶腳先嚇。唔可以咁。好啦，嗱，而家我哋只腳咧擺只蝴蝶腳啦，家姐擺翻只蝴蝶腳先。唔可以。OK，OK，Can、okay. okay. you follow mommy？ 你試下你 follow mommy。OK。OK， 好乖嘅。好啦，只腳咁樣。係啦，嗱，我哋咧大自然入邊咧。OK， 好。大自然入面呢我們呢首先模仿的動物就是蝴蝶了。首先將隻腳呢拍埋嘅，然後個腳踭呢盡量近返自己，手攞住你隻腳，試下拍下你隻翼先，係啦，拍下隻翼啦，記住唔准按背喎，坐直 sit straight， OK， 好啦，拍下你隻翼，係啦，放鬆呢個教位，係啦，放鬆這個動作的好處是可以幫你將這個背、身體的壓力、盤骨的壓力釋放出來。好了，然後我想你坐直個人， OK， 隻手慢慢向前爬，可以的話曲手微微，對了，曲手，跟著將背脊拉長，不要寒背，寒背你感覺不到個伸展的，對了，再拉長，對了， hold 住一陣，覺得你的大髀內側有少少痛嘅，好啦，而家咧坐翻後少少，難啲咯喎，試下，預備啦，將隻手咧慢慢向前爬，伸直手咯喎，向前爬，係啦，好想個下爬仔掂到個地下，或者頭殼頂掂到個額頭掂到個地下，拉長個人，係啦，伸直你隻手，拉長個人 ，hold 住十秒鐘。記住盡量不要寒背，一路拉長個背脊，合埋嘴仔，深層的鼻吸鼻呼，好，慢慢坐翻起身。有冇少少痛啊？呢度少少，好啦，個舒緩動作咧就係我想你拍翻埋只腳，第一集做過噶啦，拍翻埋只腳，攬實自己，頭耷低，休息一陣。變翻一嚿石頭嘅你啦，攬實自己頭耷低，係啦，攬實變翻一嚿石頭，眯埋眼睛，係啦，合埋嘴仔吸氣，呼氣，再嚟吸氣，呼氣 ，OK， 慢慢放鬆，係咪好容易啊？蝴蝶 ，OK， 係咪好容易啊？好啦，我哋做另外一個動物咯喎，嗱，而家咧我要你跪喺度。系啦，手咧摆喺个膊头嘅下边，嗱脚趾钉住地下，系啦 ，OK， 嗱首先咧，我想你寒背头耷低，系啦，下爬垫胸骨，寒背头耷低，嗱呢个咧系一只猫伸紧懒腰 ，a cat doing a stretch，OK，、okay? 嚟多次吓，上翻嚟，预备下吸，呼气。预备，头耷低，系啦。我想问猫系点样叫噶？喵，喵，系啦，我哋试下咯，一齐，喵。好，上翻嚟，嚟多次。Go， 预备，呼气，去到最尽，然后点啊？喵。
姐你嘅烟，预备，家姐吸，呼气，寒背，喵。好，慢慢起翻身，呢个系猫啦。好啦，预备咯，我哋做一只牛噶喎。牛咧，睇住我吓，我要你个腰沉低，啪啪升起，一个腰沉低。个 pat pat 升起，然后望上天花板。嗱，最紧要咧系拉长条颈，眼睛咧望上天花板。good， 嗱，放一放松，嚟得切下，吸一啖气先。呼气嘅时候望上天花板，系啦，升起个 pat pat。一只牛系点样叫嘅咧？放松嚟得切，预备吸。呼气，沉低条腰，望上天花板，拉长条颈，跟住，最后一次，沉低条腰，预备吸，呼气，系啦，拉长条颈，望上天花板，预备，好叻喎，好啦，而家我哋加埋两个动物一齐嘅喎，得唔得？嗱，首先吓，预备，我哋去 pat 先，寒背，头耷低，喵。预备，腰沉低，望上天花板，拉长条颈，呜，再嚟咯，头垂低，寒背，伸眼腰，喵，预备，腰沉低，望上天花板，呜，最后一次，预备，寒背，最后一次啦，喵。手摆身体侧边，系啦，头垂低，眯埋眼睛，四眼，系啦，四眼，你得点啊？系啦，系啦，手摆身体侧边休息一阵，合埋嘴仔，系啦，眯埋眼睛 ，good， 系啦，嗱，要放松晒成个背脊。記住瑜伽一定要加入你的舒緩動作，不要一次過是這樣做是這樣做，其實呼吸的節奏我強調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每一次中間都有舒緩的動作和拿回呼吸的節奏。好了，預備了，起翻身的時候我們去扮狗仔了、OK? 我們家裡都有狗仔、OK? 可能你們家裡都有狗仔。好了，我們想想狗仔伸懶腰是怎樣的呢？狗仔、OK? 好了，手放在這裡，然後伸直你的腳，是啦，跟住沉低，是啦，腳不要升起住，是啦，撳低，你啊 OK， 好啦，然後呢將只腳呢踩實個腳踭在地下，家姐踩實個腳踭在地下 OK， 好啦，預備慢慢升起你的腳，好，升起只腳，是啦，升起只腳，好像個尾巴咁升起只腳，系啦，抱住。OK， 落翻嚟另外一隻腳，預備升起另外一隻腳，系啦，兩隻腳盡量要蹬直嘅，系啦，你嘅尾巴 ，good， 落翻嚟。好啦，我想知道狗係點樣叫㗎？好啦，我哋加埋個聲嘅喎 ，OK， 預備去咗 downward dog 先，呢個叫做下狗式，預備 downward dog， 係啦，妹妹 downward dog 係點啊？系啦 ，OK， 好啦，然后升起你个 tail， 然后 woo， 好，落翻嚟，另外一只脚升起 ，OK， 好啦，跟住咧，狗仔咧，记唔记得喺屋企嘅时候咧，除咗会咁样伸懒腰，仲会点啊？佢系会咁样伸懒腰，记唔记得？啊，系咪啊？好啦，我哋试下，但系咧，试下膝头哥离地嘅。系啦，个膝头高唔贴地嘅，然后望上天花板。OK， 跟住狗系点叫啊？系啦 ，hold 住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跟住啦，我哋另外一只动物咧，我哋要做一个 tiger 喎 ，OK， 系老虎喎。好啦，咁咧，首先將手咧曲手踭放喺地下 ，OK， 然後咧又係啦，腳趾釘地，預備下，我想你咧將只右腳咧慢慢升上天花板，係啦，
知唔知一隻老虎升起咗個尾巴？知。係啦 ，hold 住。OK， 好啦，落翻嚟，然後另外一隻腳，妹妹試下，妹妹試下。係啦，另外一 good quarters， 另外一隻腳升起。係啦 ，OK， 係啦，好似一隻老虎咁。咁我想你個頭望上去天花板。係啦 ，nice。然後落翻嚟，哦，有冇力試多一次？有。OK， 好嗱，試多一次，預備。吸啖氣，呼氣，升起你隻尾巴，頭望上天花板。係啦，冇意思啊。係啦，望上天花板，伸直你隻腳。Good。OK， 落翻嚟，另外一邊預備，吸啖氣，呼氣，踢到只腳最高 ，good， 好 ，come on， go for it，give it a try，OK， 好，伸直只腳，望上天花板 ，hold 住，哦，落翻嚟，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咧另外一個動物咯，做完呢個老虎，咁我哋要做蛇咯 ，OK， 好啦，蛇咧有少少似狗嘅，而家我哋試下啦。趴喺度。今次咧，我哋放鬆你嘅腳，然後咧，隻手咧擺身體側邊，撐直。頭先咧，我哋嗰只狗咧係膝頭離地啦，而家咧我哋純粹係撐直，沉低個膊頭，唔再縮起個膊頭，然後頭仰下，望上天花板。嗱，你發覺咧，你條腰好舒服嘅。我想問蛇係點樣跌嘅？好啦，預備咯喎，頭仰後，跟住 snake， 再多次喎 ，OK， 嗱，沉低個膊頭，嚟多次下，誒，升起，好厲害 ，OK。如果有個小朋友坐喺你背脊咧，其實係仲舒服嘅。咁所以你練習嘅時候咧，可以叫你個仔女坐喺你個背脊嗰度嘅。OK， 最後一次，吸啖氣，沉低，吸氧後。哦 ，OK， 好啦，我哋慢慢趴低，嗱，手咧擺喺個下巴嘅下邊，然後望住前邊，嗱，望住個地下，然後咧兩隻腳咧打橫，係啦。然後望住前面，嗱呢個咧係一個鱷魚 crocodile， 我哋合埋嘴，慢慢吸，一個回氣嘅動作，休息嘅動作，再嚟呼氣，嚟吸氣，再呼氣，最後一次下吸，慢慢呼氣。好，慢慢坐翻起身，小心下妹妹。系啊，系啊，你讲嘅分你。好啦，好，今日咧我哋教住咁多先，我哋下一集咧再做其他嘅动物，多谢你哋。